白色、黑色跟灰色，太空棉的磅数都非常的足够，而且非常的柔软冰凉。再来里面呢，我翻出来全部都是滑感的，它弹性非常的好，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它一点都不皱，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面料。花灰，花灰的话呢，我觉得它就是给人一种非常高贵的感觉，最能显现那种手臂瘦，然后身体变窄，就是因为它的袖长整体的版型的关系。就算它的长度是短版的，但是它不会露到你的肚子，可以搭配中高腰的一些牛仔裤啊、长裤、短裤都没有问题。四个颜色真的都非常好搭配。那黑色啊，就是那种正黑色，完全可以就是带出它的质感。姜子之源狗时髦带着走，请给爱心哟。